啊，新生儿马牙，要处理吗？啊，前几天我上门诊的时候，遇到一个家长抱着孩子来到诊室，啊，他告诉我，那个孩子的牙龈上，啊，有一颗就是黄白色的一个圆点，啊，他说那个孩子的婆婆说那个是马牙，需要给他挑破，给他挑了，啊，他问我，他心里面不放心，他问我要不要给他处理。啊，我告诉他，我看了以后告诉他，啊，这个是不需要处理的，啊，他是这个马牙是因为，啊，上皮细脱落的牙龈脱落的上皮细胞堆积而形成的，啊，它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可以自行的脱落，它对新生儿的体格，发育和就是生长发育是没有影响的，啊，这个是可以不用特殊处理的，并且我们还要。就是严禁给他挑破啊，以避免感染。我们以前也有一个病人啊，就是因为挑了马牙以后，造成了新生儿的一个败血症，啊，最后导致了孩子的死亡啊，所以这个教训也是非常沉重的啊，沉痛的啊，所以我们要。